我是刚刚那个啥呢？2013年了，5月1号，上下啊，那10:02转发的是4017次了。瑞芳发车中，阳性啊，树林啊，因一车要上班人转交五元。那个区间快车，10:02十一号。下路要那是要拜拜。我的950全快，在路上呢。10:03，10月1号，在路上呢是区间开车，在18路上呢，啊，速零全快。18164，海科馆发车将平阳向青龙三节地阿斯元山设柴油客车三节地阿斯元山设柴油客车在罗浪市里，阿星24，第阿星25，第阿星30，10:03，然后再见，拜拜，6:01。